你说这地方正说这个都干啥？哦，这里是。哦，我给你说这几毛，因为先吃的行。送了一把伞，还有一个电子琴，还有一个一套碗，四碗一盘。刚开始我们是要的一个拖把，还有一个夏凉被，然后就给彤彤换了一个电子琴，还有一个碗，儿童用的碗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家了，然后给大家讲一个买这个手机要注意的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。刚开始给我们讲这个手机的时候是3198，说是可以优惠400块钱，最后才知道这400块钱是要通过自己电话卡，然后你们家的带的每个月给你减免多少钱啊，每个月给你减免20块钱，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你优惠的。然后我们家的这个宽带现在还在参加活动，两个活动不能一起参加，要等到明年3月的时候他才能参加这个活动。买这个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送了一把这个伞，送了一个手机壳，然后过两天的时候他说耳机到了以后用微信通知小胖去取一个耳机。这给彤彤要的电子琴感觉还可以，彤彤肯定非常高兴。还有一个小话筒可以唱歌。最后就是这个儿童用的碗，也是给彤彤选的。那今天生日还开心不？很开心啊，欢喜出这个。生日还没有过完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然后打算带小胖去吃个烧烤，买一杯他最喜欢的奶茶。这样生日才算圆满。这个电梯有时候它就上去了，因为上面还有人。赶紧把那数据或者设置好。洗漱机子还不会用啊？那还不会用呢，数码尺寸多我不要了。太现在这国产手机太牛了，早间。哦，太先进了。你不愿意开始吃啊？好了，你烤这么多菜，烤了不少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拜拜。